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每日祈祷，伴你今天经历与神相遇的美好。主，你的大能是干受我们的容量所限制的，你灵的膏油是按着人为你所预备的度量而涌流的，你的祝福是根据人类通道的限量而赐下的。先知以利沙在另一处曾经如此说，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，因为神如此说，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。在神眼中这还算为小事，他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主啊，人没有力量去多得你定规所赐的那一份，但是人却可以自己定规去少取他可能获得的祝福。主，你曾经对人说过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求圣灵来开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